出游喽！今天是台风过后天气晴朗的礼拜天，我们准备要去南港的山上耍废。好。没想到台北还有这种地方，翻山越岭，哇，真的是一个秘密基地耶！川下，很可爱。Hello。两个粉松，一个汤姆，一个布丁。对。一个野性的，一个冰爽。对。想问手工茶是什么？被狗环绕中。Hello。早午餐拼盘看起来非常的澎湃，好好吃哦。对啊，那里面是有不知道什么奶油吗？奶油加松露的什么酱，好好吃哦。订两个松露跟一个原味，完全吃完我们原本订的再跟你说要在这吃还是带走，好不好？好好好。嗯，飞的耳朵。他没有看到。哎，hello。哇。甜点，红豆大福跟布丁。厉害。嗯，它上面是有配咸的奶盖，然后下面是甜的布丁，超搭的。哇！后面有什么？哦，喵！太好吃了，所以又点了第二个。成了。早安，今天呢，我要来做一个手作，是纸灯。最近这几年不是很流行纸灯嘛，很多品牌都有出纸灯，连 IKEA 都有出，没想到现在连手作活动都有在做纸灯的，超期待。어젯밤에어디서서내생각하고니서너어린아이같아난아직까지마음이너나밤 feeling lonely about you make me feel insecure baby something about you girl stay here right by my side feel like I am falling deeper 여기서 alone I feel like falling deeper deeper cause I love everyone、oh, loving you right baby
做过最喜欢的手作课，而且最特别。现在呢，我要去跟我男友会合，我们要去吃一间居酒屋。长得好可爱哦！红心芭乐沙瓦，虾子面包，猪肉包水果，个人口味。比我做的鸡肉好吃好多。我们刚刚录完了一集 podcast， 耶！现在准备要去吃午餐。今天吃这家，这好像最近很红，是不是 ？Lost and Found。这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杯绿拿铁。我最近有想要研究绿拿铁，但是还没有。我点的可颂班尼迪克苏格兰蛋，还有它的开放鲑鱼吐司，看起来超级丰盛的哎，好喝哎，好喝。我现在呢，准备要去买一台电影机，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那个 Anolan 有那个线上的讲座嘛，我想要用相机来录那个回放档，就是画质会比较好，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相机都可以连续录一个半小时，所以做了非常久的功课，最后我决定要买一台专门拍影片、长时间拍影片的录影机。手账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们来要最终决定一些细节跟材质。就这两个，看是想要浅蓝色的。我刚开完会了，然后现在跟安安，许久不见的安安。我们来吃早午餐，这个呢是热压三明治，每次只要来这家店很饿的话就会点这个，因为这个分量比较大。鲑鱼冷面，这个是我已经吃了大概三次吧，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分量有点小，但是味道很好。我终于到家了。手账其实设计上几乎是已经定稿了，今天是去挑一些材质上的搭配，就看哪样子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是最好的，所以才需要带着材料到实体现场这样。不然我们其实后期都是用网络沟通居多。2025的手账呢，就即将要在今年的9月正式开放预购。时间真的过非常快，这是我们第五本手账，整体的用色还有视觉的表现上，我觉得都算是还蛮有突破的，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以往我们在正式对外发售前，我们都会让我们的老客人填写这个预约表单，就会在我们对外正式发送前先提前大概提前2-3天会收到我们的秘密连结，就是你可以比所有人都提到下单，因为手账是要预购的嘛，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批下单人，到时候货到了就会是第一批出货的。那现在还是要面对现实来工作一下。今天唯一的任务就是 Anolan 的第一场实体工作坊，非常非常久没有举办实体活动，然后这次是跟乔西一起，稍微准备一下，等一下
中午下午左右就要去活动现场了。今天吃的水饺是这个湾仔码头的韩式泡菜。哇，这水饺好油哦。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穿搭。我今天的上衣是我新买的 Year Official 的，因为它是有点西装料的材质，然后我觉得穿起来会比较多了一点点正式感，但是又不会太浮夸，因为它两边的肩线啊，还有这个就左右有点不对称，就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其实我有买一整套，就我买它这个同材质的裤子，那裤子对我来说真的超级大，所以可能还要拿去改。我今天就先配我自己的这个黑色丝绒裤。抵达，这就是今天的活动场地。一个仙女在发讲义。那这是我们准备的手作材料们，有油漆卡，各种面料，然后还有一些家具啊、植物啊、地板什么的。那我们也有准备小小的讲义，超可爱的。然后还有这个，待会儿是大家手做的那个纸。客人就变得超级像。那厨房的话，它就是延续客厅。